交流可进入的时候，我们说话语也好，否则的话你更不成一个话语的。就这个连接过程中，至于是艺术家带动市民，还是市民带动艺术家，都很难说。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过程当中的逐步的推进，它是方方面面的，尤其是具体实践的。就我们在讨论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得很精细啊，但实践当中并不是这样。就像河道，我们之间的河道的那个形成，它就是这样冲接冲接冲出来的啊。就我们以为这条河是有规律，其实不是，它可能偶然的。所以在艺术的实践往往是通过偶然的，所以往往是偶然过程当中不同的程度，它在不同的侧面当中形成了意义。我觉得当代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不同形成的侧面的意义，大家关注度不够啊，对，而是呢总以为是有一个什么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什么方式。那么就倒过来，我们是好像三天，因为我都参加，我想听听啊，对，讲现象学的人很多，但还似乎好像他们一边讲现象学，一边在反现象学，对，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对，就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始终没有把一个共同存在的一个东西放在自己的特殊的一个呈现的、显现的、照面的那个方式里面，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艺术其实是碰到的坑坑洼洼，所有的坑坑洼洼都是有价值的。我没做成它本身呈现出来，比如我一件事情我没做成，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至少来说它会显现出来一种没有做成背后的机制，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跌跌撞撞都是碰的，对，有的做成，有的没做，做不成的多了，我讲的是做成，后面还有很多例子，我算是例子多的做成的，没做成大量的，我是政府委托先做，如果都做不成啊，做不成了我倒过来做了，你们叫我开会我不开的，我做的活动我也不请你们，对，所以我才陆家嘴那边是不请领导来的，街道主任都不知道，街道书记都不知道的，等我做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去看，我觉得看到是在区里面政府里面会来看这样，然后党校叫我去讲啊，倒过来的，对，当然不是说我的方法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可能是我做的被封杀掉也有可能的，事实上有的东西也是做不成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对，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它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感，就碰撞过程，碰撞过程就是艺术啊，对，碰撞过程就是艺术，就这样的。艺术不是一个被看得见被形成啊，或者被怎么样才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讨论的起点，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从结论结果来讨论它的过程，现在我们要倒过来，从过程本身可能就讨论到过程，当然有结果，是结果之后怎么样来讨论，这我觉得方法上面，我从方法上面来说，我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实践，我觉得哲学本身也是个实践的一个，当代哲学就是实践啊，对，就是实践，就批判性实践，对，这个否则我们就没法讨论，对，我们说哪个东西能够成为案例呢？有的是可以成为案例，可能它会变，比如说我们以前的那个钢板的是吧啊，当年是很壮观的，要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他做出来的，当年大家都会叫好的，当年做出来都叫好的，否则他怎么会进入艺术史呢，对吧？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加，也不是公民一开始就有这意识了，是因为政治学发展，是政治生活发达起来的，逐步逐步改变了，他才觉得这我走路不方便，我应该，那么如果艺术家也妥协一下呢，我帮你开个门是吧，啊，一个个挖孔啊穿过去的，那么这个妥协也达成了，但艺术家，现代主义艺术家，是吧？我是个人的，我就不同意，不同意到最后嘛，大家表决拆掉，是吧？对啊，对，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挖几个孔，变成后现代作品了，对，对，他不肯挖孔嘛，永远是现代主义艺术家，对，对，就这样。这个世博会的时候呢，啊，塞拉，一家那个手工来找我们，他要拿一件放到上世博会，但是呢，就说他要多少钱？100万美元。他说可以，一是奉献，他要100万，那我们家你送你，我们家你送你，对吧？第二个人是你授权，我们在中国找钱做一次，哎，你中国做不出来，就我那么厚的那个家，他刚才没有他的，他什么刚才不知道，他有穿他的材料和那个布给他冷压起来的那个东西，是有，当时也是跟他谈过的。好，我那个，我接着沈老师刚才那个讲那个 community 哈，其实那个
我觉得为了区别我们中文语境里边的这个小区这个概念，小区怎么翻译呢，是吧？一般都翻译成 community， 但是会很容易也那个，我觉得要不 community 我们翻译成共同体，可能会区别于现在这种门禁小区啊什么的。所以今天那个多元华不是说他担心我说他那个杨登那个不是社区，其实他完全不用担心，那个就是个社区，就是个社区，就是杨登家假如只是那个地理上的一个村庄，那可能他还说不到叫 community。 当他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前面王老师说到出现碰撞，出现这种过程的时候就有。我其实就是刚才听各位老师说到，就其实我有时候我跟朋友或者是这个方面讨论，有时候有一个词我们今天好像都没提到，就是叫开放空间。就我有时候是区别于这个公共空间的话，有时候我把它就直接称为开放空间。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被称为当代艺术或者公共艺术或者是公共艺术实践里面，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是构建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它就在那儿。就拿芝加哥那个 Millennium Park 来说的话，事实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空间而已。至于它是否公共，还是要看它里面的东西它是否在那个时刻发生什么。其实一定程度上，因为芝加哥艺术学院就在那个千禧公园对面嘛，它是千禧公园千禧年前后造的。事实上芝加哥的真正的公共艺术一个重要的标志是1993年，就更早的那个 Mary Jane Jacobs 做的那个Culture in Action， 就是他组织了什么 Susan Lacy 啊等等一群艺术家到芝加哥周边的那些社区里面，欧老师大概看到过，就是去一起做纺织工作坊啊，刺绣工作坊啊，做这个跟黑人啊，跟墨西哥裔啊等等。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有时候是想，就是好像从 public 从 open space， 我不知道就是理论上面有没有这个词啊，因为 public space public sphere 好像还有很多这种讨论和定义，但 open space 大概太简单了，所以人家也不讨论。就是从 open space 到 public space 其实是一个像 spectrum 一样，就是你假如我们从一件作品的公共性这个角度来说，就以这个 space 或者这件作品它是开放的还是真正叫公共的，我觉得其实可以纠结一下。那么什么叫公共的，就是说当它前面王老师说的，当它碰撞了，当它发生事情了，这个时候 OK 它就公共了。而这个公共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到底谁在里面去发生这个碰撞，这个时候它好像就像您说的，就是这个艺术它不发生的话，它其实不存在艺术。公共也是一个虚的一个东西，它一定在一特定时间特定空间里面才定下。那个刚才唐克阳老师那个给那张照片，那个烂尾的那个博物馆，那个拿来这叫开放空间就很合适。到开放空间这个概念是它表达不出，它只是一个开放和封闭嘛，它表达不出我们对所谓公共艺术的那种期待。我们是期望就是所有人在里边是平权的，所有人都有主体性，不要以为那些来博物馆的人就是来受教育的，其实他们里边也有很多精英。公共那个东这个标签太宽泛了，公共里边分好多层呢，来看美术馆的人也有知识分子是吧，然后那个农民我在安徽农村，我在山里边偶然进入一个人家，我发现他砍的柴可以烧2年，而且码得整整齐齐，他的劳动工具全部挂在他的养猪的地方，然后他做的火腿整整齐齐，那个叫做美，那个叫做一种就是他农民自己自我生长出来的美。然后我们不要到农村去盖民宿，要去用这个很舒适式的这种中产阶级很喜欢的这种美学去规训他们，其实他们有自主的这种美。然后所谓公共艺术不是我艺术家给老百姓一个什么东西，那能不能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激发器，然后让老百姓自己成长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所谓公共艺术。
其实就像我们讲那个风土建筑啊，刚才沈老师讲的那个人类学觉得那个部落里边的一些东西很可爱啊，其实这都是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一种主体性，就是所以我们要改变，就总是觉得就艺术家和观众这种二元，或者是精英和老百姓的这种二元观念都是不行的，就再去这样去理解这个艺术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建筑专业里面的开放空间指的什么呢？一般指的是有顶的但是铺砌了的空间，就是说这对对对，铺砌就是下面 paved 的这个 space， 就是它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以前存在着一种，就是说它虽然是这个建筑空间，但它实际上是没有顶的，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区别。现在最大的一个就战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大部分房子变成机器维护了，它有空调有这些东西，所以你要降低成本的话呢，就要像我为什么做你开放空间，我只想说这个对吧？因为他给我的预算太便宜了，我以为是这个设计费是一平米多少钱，后来发现那个整个造价才这么多钱，所以我只好就尽可能的增加了开放空间，因为否则的话那个屋子他们都要用空调的话这就太贵了，所以为什么我这里没有偷工减料，不是偷工减料，是巧妙的利用它所有的料，应该是这么说。大的面积，但在规划里面，其实在包括现在也有很有意义。就对城市规划来说，上海就这个很典型，他们还是很像西方城市一样，把这个城市呢建得太过于硬了。我觉得就是它就有太多的 paved space， 开放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少。我是说这个开放空间。我呢提供一个这个刚刚南明讲的这个过程啊，讲的我做的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讲是容易的，做是难的，知道吗？非常难的。比如说我呢是2015年。在南方的某一个城市的一个论坛上认识了这个市的领导，然后他对我的演讲就很感兴趣，然后我就给他推广我刚刚讲那个公共艺术的这个理念。这个从一五年到2011年，我每一年到他那儿去至少是5次，有时候还不止。有时候他就是开会的时候，比如他不敢决定，现在的领导跟过去不一样，你知道吗？他有时候决定一个时候让大家很多，他要把这些处长什么都找来，所以我每次就为他去做方案，去给他去演讲，去给他去通。那当时我就想一个什么东西，单纯做一个展览是没有意思的，如果是单纯做个展览早就这个事情做成了。那我想的什么呢？我想的就是像王乃民讲的那个，王乃民干的这个活，那我想是一个制度化的去设计这个活，不是他一个人老是找义工，就是我怎么把这个制度给他设计到那里。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国际公共艺术公园工作坊。就这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它的宣传非常有意义。然后我的设计方式是什么呢？好，我每年去会派国内外的主要的艺术家到这里来驻会，然后呢会从社区招各种学生参与到这里面来，然后这个作品完整的一套制度设计，很复杂，加起来一点一点一点，我工作了5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第一轮党委会通过，然后政协会，然后那个人大会通过，最后立项。那本来我的预算是3000万一年，是吧？那我说，老马嘛，今年再干几年，差不多老了。我说我给你干3年，他说不，你干5年。那我说很好，干5年就干5年呗。所以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都好了，一切都好了。本来应该是个时候最忙。开始干活了，这领导升了，这领导升了，升到上一级去了。那新来的领导，我就找他，又接上洽了。他说这样的吧，等一等吧。他马老师，你来这么多趟，我们先想办法补偿你一部分吧。那我想我要还是不要呢？我要这个活就结束了，是吧？不要呢还能谈一谈，还有点还可以谈一谈啊。我说我再跟你说一次，他好。他说那马老师，你15号左右，就这个月，他15号左右你来，我们好好再聊一聊。那我就在想，就说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过程，他不光他决定，你要让他周边的那些人形成一个跟你一块去做这个事情的氛围。所以有时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容易，但是你竖到那个空间里去，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很多人。然后呢，好，还有一个，听说立项了，各种事情都来了。知道吧？后面还赚钱。对，你听说立项了，哎，各种豺狼虎豹就来了，而且那种爆出好多人去。对，那种豺狼虎豹的力量，可能我们是远远敌不过他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想就是，
我刚刚讲的好，后头新三的领奖，就是在前面这每一个那个过程，哪怕那个文件都是形成，都有无数的过程，这就是做公共事业它的艰难性。所以只有做了这个过程，你才知道。那个衢州那个是那个，它有诗画风光感。对对，衢州是三克两的，秋天来山抓山，然后叫我这排队去打杂一下。我在那边转圈，后面的包工头啊，全跟在后面，一个人坐着跟着后面包，以为我要来那个什么大活，全包出来的，全跟在后面，后面都有包出来的。真的是做好像你这样的机构，啊，在你们这个领域以内，你可以做的很纯粹，没那么多其他的人在里面。对，一定要打造纯粹，做纯粹。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我努力了五年，每年花这么多精力。每次花时间的啊，我每次去的时候，我是想，我想做的是为我讲的那个公共艺术的未来，真正的给城市树立一个芯片。我想把我最后画论的一个焦点，其实就这个。我本来要做一个项目就简单，做个项目策展，做个活动拿点策展费就完了。做这个事就烦了，你知道吧？我真的，我要开始去辅导那些人上的好不好？我管，反正我想我找一个包袱给自己背。对吧？那既然弄成了嘛，人家不说你，你继续去推进。所以，王老师的情怀，我需要为你鼓掌。好好好，王老师有个人，有个人，王老师有个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那个有一个就把这个整个记录下来了，然后特别感谢大家今天。重要还是你说了。对，然后都意见都非常宝贵，我们会整理出成册，到时候再跟大家公布。啊，我觉得我们因为早上我也跟那个复旦的这个孙院长在聊这个话题，因为大家都觉得要讲的话很多嘛，我现在已经快六点钟了，全天下来也都觉得很长，是吧？就是大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么在今年，我跟那个孙院长在商量，就是我们类似这样的话题或者其他的话题。继续的做更多更深入的探讨，到时候可能还要对专题演讲，因为今天时间比较仓促，然后议题比较多，那么一天可能有点需要消化的，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更。就是时间拉得更长一点，更加宽泛，就是更加这个就是节奏掌握得更好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还会继续来主办这样的论坛、演讲，包括讨论会，好吧？到时候还要麻烦各位专家给我们多提意见，多多帮助我们的成长，好吧？今天特别感谢大家啊，谢谢。好，我们这个论坛圆满成功啊，圆满成功，很好，很好，谢谢大家。好，很好，这么多人都演讲，是是是。那个底下有没有停车票的？我问一下啊。啊，你问一下有没有的？停车票有吗？郭老师，你刚才去哪？对对对，请问哪？去拿一下啊。好。